是你，赶紧把这个解开！把这个借给我。啊！关追，哎，站住！哎，什么人？跑掉的那个是你们的新娘吗？是啊，怎么着？别挡道！哎。 不知道你们的人把我的马给弄惊了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你们几个上那边，你们到那边看看，走，把陆贞给我找出来。 唐堂储君，怎么会突然摔下马去？你看你这一身的泥，袁龙那小子死哪去了？怎么没给你一起来？黄姐，我今天是去细柳营，不方便带内奸。再说，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手都摔破了，还说是小伤。阿占，幕后就生了我们两个。父皇前几天驾崩，你又突然失踪。 我这颗心就跟悬在半空中一样，成天七上八下的。哎，黄姐，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我也不是小孩子了啊。来，坐。阿占，你就不能答应姐姐吗？以后做什么事都小心点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叫姐姐我怎么办？黄姐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姐夫。 殿下，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，怎么还动不动说苦就苦？也不怕长广王殿下笑话，还不快些扶公主回房梳妆？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殿下，微臣这两天也正好有些事需要和你商议，不如里边请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想必姐夫心中想的事，也是我心中想的。请。高湛先悄悄去了张相府里，然后又去了长公主家。是，他进去不到半个时辰，驸马徐显秀也提早从兵部回了家。 然后两个人一起进了书房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们已经在里面谈了几个时辰了。徐显秀现在是兵部尚书，而且身兼车骑元帅的职位，你赶快调动娄家的人手，到公主府外埋伏起来。姑妈，现在就动手，会不会有点早？一点也不早。我本来以为。 高湛刚刚坐上储君，怎么也会消停几天。没想到他已经急成这个样子，俨然刚当上皇帝，根基还不稳，万一不小心让他们插上个缝子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还是姑妈您想的长远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等等，记得要做的干净些。还有。 一定要留点别人的痕迹。您放心吧，姑妈，魏国人不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吗？嗯。哎，起来！新来的吧你？啊，赶紧起来，快滚！这是我的地盘，一边去。 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可以把这喜服卖了，就有钱了。
有没有看到大小姐？没有，到那边找找。好事啊！皇上添了好多美人，所以才急着要找好多宫女进宫去伺候，这可是好差事啊！要是有个闺女，我就立马去报名。别吓唬吓唬什么呀？咱们平民百姓家的女儿，哪个有福气当上皇后贵妃的？当一个宫女伺候一下贵人，长长见识总可以吧？有闺女也不劝，是不是？你走路长没长眼睛啊，姐姐，消消气，咱犯不着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，瞧他那样，就是。这副寒酸样子，还想入宫？好，下一位。我叫沈碧，今年18岁，京城人士。好了，进去吧。 谢大人，下一位。我叫陈秋娘，今年17岁，徐州人。嗯，去排队吧。谢谢。我叫陆贞，今年16岁，京城人。你的官籍呢？官籍？没有官籍怎么证明你是良家子啊？可是我今天刚好没带。没带就回家去取去。 这不是随便填个名字就能入宫的，来来来，下一位。齐国依汉例，凡出身不属幽灵、乐坊、奴隶、苦役的清白人家，均领有官籍一份，称为良家子。而可以证明陆贞出身身份的这一份官籍，现在却留在陆府，被赵夫人掌握在手里。 哎，小娘子，几个时辰不见，怎么变样子了？啊，有钱没有？哎呀，咱们俩好歹在同一个地方蹲过，哎，得有福同享才行。哎，谢了啊！哎，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，我可是个万事通。嘿，谢了啊！哎，等一下。哎，什么事啊？我再给你几文钱。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，这哪有能做假官籍的地方？你可算是问对人了，城南将师傅就能做到。那你快带我去。好嘞，跟我走。快点，快点呐！官籍，没问题啊，我这儿多的是。只要你写上名字，再盖个印，立马就能用。那我要一份。 多少钱？10两金子。10两金子，这么贵啊！全京城就我一家能做这个生意，嫌贵，你别来呀！哼，我告诉你，空手套白狼这种把戏，可别想在我面前玩。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这个。 哎，想要啊？先把官籍给我做好。哼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挺精明的嘛。说，官籍上写谁的名字啊？
你就写陆贞，大陆的陆，珍宝的珍。自己好好看看吧，祸已出门，概不退换。小妹妹，看起来不错呀。我突然想起，还有个地方没做好，哎，你拿来给我看看。我做的关节从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只不过你要想拿回去的话，就得陪我好好乐一乐。放手，我不敢过你差子了，至少值三十两黄金呢。就你那丁点钱，哪儿比得上你啊！救命啊！再叫！再叫我就把你买假关节的事儿说出去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呀！这么晚才过来，差点就来不及了。拿着你的官籍进去吧，那边都是候选的啊。谢谢大人。啊，去吧。糟糕，血不能让人发现了。你们都想入宫？是。这皇宫可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地方，所以想留下来的人就得通过三重考试。待会儿会有人一个一个的叫你们的名字，叫到名字的就走上前来行个礼。我说留的便通过了初选，就站到我的左边来。说不留的自己就可以回家了。好了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刘玉书在。刘。陆贞。刘。
沈璧。刘。你看他的打扮，怎么跟刚才的郑姑姑不一样啊？头发梳成了这个样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那叫假髻，只有女官大人们才有资格戴的。哦，是。刘玉书，在。要是你到了宫里之后，主子生了病，可还想到花园里走走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到那边去。陆贞。要是宫里主子赏下了一盘点心，可是那种味道你一吃就会生病，那时候你会怎么办？主子赐的东西肯定都是最好的，我会把它们放到香案上，每天感激主子的恩德。你到那边去。是。周秀娘。好了，现在到了最后一关，在你们的桌上都有一份文书，在规定的时辰之内把它全部都抄好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可我不识字啊。姑姑，我的桌上有水，你看。自己看着办。时辰到，各位把笔都放下吧。陆贞，你还会写簪花小楷，不错嘛。少尼大人到。恭迎皇上仪。罗典士，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？禀大人，一切顺利。嗯。这是谁写的？你，出来。大人。这是你写的？是。你是哪里人士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陆贞，是。东，是东府人。怎么从哪儿来的都说不清楚，把他的官籍拿给我看看。东府人，这上面明明写的是东平。还有，这官籍用的居然是去年才出的南疆纸，这明明就是假货。上仪大人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你们怎么搞的啊？你们怎么连假的官籍都看不出来呀？下官该死。来人啊，给我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女子扔出去。大人，请你们听我解释啊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大人，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人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假造官籍，大人居然没砍了你。算你运气好，快走，走吧你，快走。
黄姐应该已经安歇了，那我就不去打扰了。姐夫，高湛就此告辞，一切就都拜托你了。殿下，微臣既然有幸被您称一声姐夫，自当殚精竭虑，甘为前驱，这样才算对得起先皇的嘱托，对得起我徐家三世名臣的门楣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爹，你真的决定跟长广王殿下走啊？是啊，当今圣上秉性软弱，要是任由娄太后操纵朝纲，长此以往，大齐定然国将不国。而长广王殿下文武双全，母家又是柔然国，原本就是先皇最看好的储君。再说，你娘和长广王殿下都是玉皇后所生，就算我们徐家想走中庸的路子，娄太后也根本不会相信的。朕，怎么了？辛苦你了，今天我拉着你走。长广王殿下，请留步。参见长广王殿下。长公主殿下不放心你自己回宫，特意吩咐小的们来送送你。这边有轿子。你们来的正好。喂，你可有福了？嗯。谢谢啊。起轿。是你？是啊，真巧啊，我们这可是第三次见面了。来，快把药喝了。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大夫，我只能采来点车前草熬水喝。听说这东西治疗刀伤、箭伤还挺管用的。哦，原来我还没死。不，你已经死了。喏，你看，
这里是阴曹地府，我是牛头，你是马面。哎，那帮人是不是跟你有深仇大恨呢？下手这么狠。算是吧。那天你急着进城，也是怕他们追你啊？可守城门的都是些官兵啊，难道你也是侵犯？算是。哦，那咱们俩算是同病相怜了。不过我不想追问你的身份来历，所以也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逃婚。好。现在呢，只能用草药先对付一下了。待会儿我去城里买东西的时候，再帮你请个大夫。哎，不能请大夫，他们会追查过来的。放心吧，没人会找到你的。这儿可是王庄，离京城有30多里呢。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场大雨，就算有什么痕迹，也早都被冲干净了。这儿的村民都逃荒去了，不会有人去告发你的。你说这离京城有30里？嗯。那你是怎么把我弄来的？就那个。你看。没事的。谢谢你啊。客气什么呀？你不是也救过我吗？请问，你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医馆吗？就在那边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大哥，哎，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？这是的，连女人都敢杀。那姓姜的可惨了，现在还在床上下不了床呢。你看，这官府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，听说还有1两金子的悬赏呢。呵，一两黄金啊！要是我看见，肯定告发他。这女的胆子可够大的呀！要是我呀，我连鸡都不敢杀呀，还敢杀你？把手抬高点，再抬高点。哎呦，哎呀，姑娘，他的伤可没你说的那么轻啊。我也不懂啊。大夫，还请你妙手回春，赶紧把我表哥的伤给治好。哎呀，难呐。这里是2副药。这副是吃的，这一副是贴的。这伤筋动骨啊，你得给他弄点好吃的补养补养，啊。嗯。大夫，我的伤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？你这手筋都挑了，你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看你也是个练武之人，以后再想拿剑，怕是难喽。怎么会断了呢？那接不好了吗？神医华佗倒是用针缝过脚筋，可是你觉得我像活了100多年的人吗？啊！大夫，给您钱，我送您出去吧。好好
坐下。你看啊，外面空气多好，你多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你的伤也会好得更快一些。大夫说你要补补，这鸡汤啊可香得很，你慢慢的喝一点好不好？你拿走吧。不就受了点伤吗？干嘛那么垂头丧气的呀？就算你的手以后可能有点不方便，但最起码你还活着呀。哎，依我看呐，你不如就……你可不可以让我安静一下？你到底发什么疯啊？对不起，我的手现在已经废了，我觉得你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哼，这就是你想自杀的原因吗？欧冶子大师真是瞎了眼了，好不容易练成把宝剑，居然落在你这个胆小鬼的手里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，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，用不用得着得我说了算。你不就是筋断了吗？人家孙膑脚都被砍断了，司马迁被净了身，还不是活得好好的？都说男残大丈夫，受点伤啊受点痛的不算什么，依我看你连我都不如。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命苦啊？你知不知道我爹突然惨死，我大娘为了把我赶出家门，硬生生的把我嫁给一个糟老头子，我走投无路，做了一份假官籍，想进宫当个宫女躲一阵都不行。我要像你这么窝囊，我早就跳河了。不过我不认命，我不但要活着，我还要堂堂正正的为我爹报仇。我要让那个恶毒的大娘好好看看，我不是她随随便便就可以踩扁的。我爹说过，人只要活着，就还会有希望，所以你也不准死。这只鸡是我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来的，你给我全部喝干净，一口都不许剩，听见没有？喂，那个，刚才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。大夫说了，你是个病人，我得多担待你一些才对。这汤你现在不想喝就算了。等等，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浪费的。你这伤怎么还没好啊？看来明天得再请大夫来看看了。再请大夫来，你还有钱吗？这个玉佩你拿着，到当铺去换点钱。这可是上好的羊脂玉啊，你肯定挺宝贝它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边上这么光滑，你肯定是天天都在把玩着它。没想到你的心思还蛮细致的。是，我是挺喜欢它的，可是呢，你毕竟都饿了好几天肚子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舍得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快吃了吧。哎，你别走。哎，什么哎呀？我有名字，我叫陆贞。陆贞，哎，你好歹也吃两块鸡肉吧。不行，你是病人，你吃了就行了。不行，那你要是饿坏了，谁来照顾我后半辈子啊？啊！呸！你说什么鬼话呢？什么后半辈子？难道你想一直躺在这里吗？再说了，能用欧冶子大师的剑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嗯，到时候说不定你身后跟着一大群的丫鬟来伺候你，哪还用得上我呀？你笑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我的名字叫高湛。我又没问你叫什么名字。来，吃点吧。Thank you.
不是我不想医。你看你这骨筋要是长不好啊，只能慢慢的拖日子，拖到他自己长好为止。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用针把骨筋来缝好，可能还有康复的希望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还是不敢帮你缝筋呐。我相信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都不敢干这种事的。我也没想过让你缝。敢不敢？啊？你不会要我帮你缝伤口吧？我记得你说过，人不可以认命。如果我这个伤就这么拖着，可能一年半载都好不了，还不如破釜沉舟。看看老天给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只要你敢，我就敢。哎，你们俩都疯了是不是啊？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来，你过来。行，我针线活不行，缝的不好看，要不你再找个绣娘重新帮你缝一下。哎呀，年轻人，你们也真是的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，大白天的就打情骂俏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我行医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的硬骨头。好啊，这几贴药就当我送你的。你连这种苦都熬得过来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痊愈的。那就谢你吉言了。现在他是没事了，可到了晚上呢，一定会发烧。到时候你呀，你就多给他喝点盐水，多给他擦擦身子。擦身子？这……他不是你的情郎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大夫，啊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他就是我表哥。真的发烧了，快把被子盖好吧。我现在觉得身上好烫，你能不能帮我擦一擦？你当真了呀？没有，我真的好难受。哪儿？哎，来擦这里。这儿？不对，你试试这里。哎，不对啊，你再往下试试看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再往下。往什么下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我肯帮你擦背，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，还挑挑挑挑什么挑？哎，我觉得该谢天谢地的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你。你说我要伤的不是手，而是像司马迁那样，那该怎么办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撞疼了没有啊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。真的不痛啊？不痛。我娘说了，痛就别忍着，说出来就会舒服一些。哦，对了。我以前发烧的时候，我娘就会给我弹一首柔然曲子，你要不要听啊？好啊，那你等一下。
吓我一跳。哎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我素未平生，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救我？也不为什么呀，我这个人心软，见不得别人受罪。就算不是你受伤，就算是一只小猫小狗的，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。那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就是一只小狗，或是一只小猫？当然不是了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老是阴阳怪气的？没有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